Hare Krishna， 我们要唱一首歌，这首歌是主柴坦涅马哈帕波主尼天丹的帕布在这个地方上演逍遥时光的时候 Gauridas Pandit 他亲自创作的一首歌。Is in the Dham Darshan group? Kartik. Sangaranga Hare Hare
Congratulations. Translation. The Lord of Lords, Sri Gaurachandra, along with Nityananda Prabhu. 这首歌的译文，主中之主 Sri Gaurachandra 连同尼天南的 Prabhu 一起，一直非常愉悦地从事于他的逍遥时光，就在 Ambika Kalna Gauridas Pandit 的房子。Gaurasundar 用一串非常美丽的红色的昆加玛拉装饰自己，这个一直落到他的莲花心脏上面。Brahma 和 Lakshmi 极为恭敬地崇拜他的莲花足，他的躯体闪耀着像熔金一样的辉煌，他的衣服就像刚出生的太阳一样是橘黄色的。他希望 Prema Bhakti 就是像 Srimati Radhika 的 Anuraga 一样的，他想要这种 Prema Bhakti。 Sachi 的儿子 Gaurasundar 他内心如此的喜悦，跟Nityananda Prabhu 一起漫游净化无神论者们的内心。Nityananda 和 Gaurasundar 两者都在 Gauridas 的家，而 Gauridas 希望他们会拯救所有的鸡娃们。Jai。Jai Jai Shri Chaitanya Jaya Nityananda. Jai Jai Shri Chaitanya Jaya Nityananda. Jai Advaita Chandra Jaya Gaura Bhaktavinda. Jai Jai Shri Chaitanya Jaya Nityananda. Jai Jai Shri Chaitanya Jaya Nityananda. Jai Advaita Chandra Jaya Gaura Bhaktavinda. Jai Advaita Chandra Jaya Gaura Bhaktavinda. Jai Jai Shri Chaitanya Jaya Nityananda. Jai Jai Shri Chaitanya Jaya Nityananda. Jai Advaita Chandra Jaya Gaura Bhaktavinda. Jai Advaita Chandra Jaya Gaura Bhaktavinda. So this is the house of Gauridas. 这里是 Gauridas Pandit 的家，就在后面是他的哥哥 Suryadas Pandit 的家。Gauridas 和 Suryadas Pandit 他们两个人都是非常有奉爱之心的，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两个人都有 Gauranitai 的神像，而且大家可以看到那些神像是非常类似的。有一些这个故事就讲的是他们用来雕刻神像的木头来自的那棵树，一共有三对神像，那是另外一个地方。只有Gauranga Mahaprabhu 一个人，一个在 Srikanda， 一个在 Katwa， 还有一个在 Akchakra， 是三个Gauranga Mahaprabhu 的神像。这里的神像是 Gauranitai 住在他家，后来Gauridas Pandit 找了一棵树雕刻了神像，所以有一首歌讲的是主彩丹姐和主尼天南的，就是刚才那首歌咱们唱的是主彩丹姐主尼天南的来到了 Gauridas Pandit 的家，就在这里 Gauridas Pandit 得到了祝福，两位主来到了这里，然后见到了 Gauridas Pandit。 Gauridas Pandit他想让他们一直住在这里，很自然的主到了这里，我们都不想让他们走。
就像在斋普尔，主戈温达来到了斋普尔，是因为他们非常的担心有这个入侵者来打破神像，所以大家把戈温达基搬到了斋普尔。然后接着过了一段时间之后，过了这个奥朗泽布死了之后，他们说可以把葛温的带回来了，从斋普带回到文达文。于是他们去找斋普的国王，跟他们说我们现在想接葛温的回到文达文了，但是呢斋普的国王说不不不，葛温的已经到了我家，我不能够跟他说你得走。然后这是为什么葛温的记忆现在仍然还待在斋普尔。那为了确保葛温的能够住在那里，为了确保葛温的记忆待在那儿，国王让葛温的记忆成为了国王，他成为了仆人，国王让自己成为了葛温的记忆的仆人。这是葛温的吉去斋普的逍遥时光。如今呢，没有国王了，所有的钱、所有的财产都被从他们那儿拿走了。无论如何 ，Goridas Pandit 受到了祝福。主 Chaitanya 和主 Nityananda 会到他的家里来。Goridas Pandit 祈求他们两个人永恒地住在这里。然后呢，朱彩丹就告诉 Goridas 说，你应该雕刻一对神像，我们会以神像的形象待在这里。于是他们，我不知道是谁雕刻的神像，但是无论如何，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的神像跟 Surya Das Pandit 的神像特别类似，所以大家做好了神像。主 Chaitanya 对主 Nityananda 说，现在我们在这里是以神像的形象显现的，我们不需要在这儿待着了，我们要走了。于是呢，主 Chaitanya 和主 Nityananda 他们就要走了。但是当他们要走的时候， Goridas Pandit 再一次就是告诉他们说，不不不不不，你们不能走。然后他们说，神像在这儿，神像可以走，你们必须得留下来。然后朱彩丹内说，好吧，那我们留下来，神像走。于是这个神像就变活了，神像开始动了，神像走了。Goridas Pandit 说，不不不，等等等等，因为主 Chaitanya 主 Nityananda 他们成了神像，而两个神像他们在路上走，说我们现在要去 Mayapur 了，我们要走了。但是 Goridas Pandit 他就反对说，不不不，你们得待下来。那么就这样呢，他们就成了神像，然后神像就走了。这样的话 Goridas Pandit 能够明白，他就后来就搞不清楚哪一对是神像，哪一对是真正的 Chaitanya Mahaprabhu 和主尼天安的了。这是为什么他们把这个门老关着，就是只是开一小会儿，然后又把这个门给关上了，因为他们总是非常的担心神像要走了。可能也许神像想再次去 Mayapur， 于是他们不断的开门关门。 Goridas Pandit 他有这种爱，对主 Chaitanya 和主 Nityananda 有这样的爱，他特别的想要得到他们的怜悯，然后他不允许他们离开自己。当然了，他太幸运了，可以让主直接来到他的家里，能够得到主的亲身的怜悯。但是呢，主想走，
主想走，主不想留下来，说。所以无论如何，神像还在这里。我们知道这个主和神像是没有区别的，我们应该知道在神像和主的人格形象之间没有任何的区别。我们说 Archa Avatar， 主以神像的形象降临。有的时候我们在想，神像可能是跟 Krishna 不一样的。那么 Padma Purana 之中说 Acharya Guru Shu Acharya Acharya Guru Shu Acharya Vishnu Shilati Guru Shu Vaishnu Vijati。 如果你认为神像是一个偶像，换句话说，如果你认为神像只不过是一尊雕像的话，只是一种用物质的元素做的一个形象，那么这个人就是地狱里的一个居民。如果你认为一位 Vaishnava 是一个普通的人，他投生然后死亡，那么你也是地狱里的一个居民。所以我们应该恰当的理解，神像是主的化身，他是以物质的元素降临。当然因为主以物质的元素降临，所以物质的元素就会被灵性化。这就是神像崇拜的特殊的性质，这个在 Gaudiya Vaishnava 主义的传统之中一直在进行。神像就是主本人，这是为什么主 Chaitanya Mahaprabhu接受了 Madhava Acharya 这个传承的启迪，是因为 Madhava 们他们也崇拜主 Krishna， 以这个神像的形象崇拜，而且他们认为神像跟主之间没有区别，他们会对于神像的形象致以极大的敬意。他们并不仅仅认为这是雕像，而 Mayavadi 们，你们知道吗？ Mayavadi 的那些人，他们崇拜 Murti， 他们崇拜的不是神像，他们做的是 Murti Puja， 他们崇拜的是雕像。他们的想法是终于有一天他们会跟主合一，跟至尊主合一，他们会融入到这个一之中。所以 Mayavadi 们他们的崇拜，对主的形象的崇拜，并不像是Gaudiya Vaishnava 们的崇拜一样。这就是这种逍遥时光所表明的。 Gauridas Pandit 如何他命人做了神像，然后这个神像想走，但是他想让他们留下来，这就表明神像是可以走路的，就跟他能说话一样。有这个见证人的神像 Sakshi Gopal， 有一个年轻的 Brahmana 来请求 Krishna， 你必须得来给我做见证，因为你见证了年老的 Brahmana 答应说要把他的女儿嫁给我，你必须要成为见证人。然后神像就对这个年轻的 Brahmana 说，我只不过是一尊神像，我怎么能走路呢？然后这个年轻的 Brahmana 就跟神像说，如果你能说话，你就可以走路。于是 Prabhupada 说，神像被击败了。就这样呢， Sakshi Gopal 他就去一路走着去给这个年轻的 Brahmana 当见证人。这个年轻的 Brahmana 得到了自己的妻子，当然还有 Gopinath 的神像。 Gopinath 如何从 如何为了 Madhavendra Puri 攒了一碗甜奶饭。那么神像是可以走路，可以说话，可以移动的。我们可以看到在我们的 Sampradaya 之中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我们今天早晨刚刚去过 Ramai Pandit 的庙，我们聆听了关于 Krishna Balaram 在那个地方的逍遥时光。所以我们应该一直去崇拜神像，我们应该非常非常的
有爱心，非常的仔细，很多的敬意的去崇拜神像。帕帕教导了我们最重要的品质，那就是清洁还有准时。必须要清洁，清洁的意思是要穿干净的衣服，你必须要沐浴过。你不能说哦太冷了，哦我没有热水，哦不，我们仍然需要沐浴，你需要沐浴，然后呢你要穿干净的衣服，然后你再去崇拜神像。而我们崇拜神像的时候还要使用恰当的 mantra， 这是由 guru 给出的。那么如果没有 guru 的话，我们是不可能崇拜神像的，我们必须要得到 guru 的祝福，我们才可以去崇拜神像。 Gurudas Pandit 他受到了 Chaitanya Mahaprabhu 的祝福，他可以崇拜神像。 Gurudas Pandit 他有门徒，其中有一个门徒是他的名字叫 Dukhi Krishna Das。 于是 Gauridas Pandit 他派 Dukhi Krishna Das 去 Vrindavan， 因为在 Vrindavan 当时 Jiva Goswami 他确立了一个 Guru Kula， 他在培训 Vaishnava 们，他在培训年轻的 Vaishnava 们，就像是 Prabhupada 他开始建立 Guru Kula。 Guru Kula 的意思是为了去训练年轻人成为非常好的传播者，非常坚定的 Vaishnava， 并不意味着说训练人们成为电脑的编程员或者是在这个公司里边工作。 Guru Kula 不意味着训练人们去得到世俗的职业，他的意思是为了在 Vaishnava 的艺术的方面训练大家，比如说神像崇拜、做饭、传播。 Prabhupada 从来不喜欢世俗的教育机构，是他见到他的一些灵性兄弟开办学校，只不过是给人世俗的教育，是比如说他们开设很多的大学，人们可以得到学位，然后他们得到一个学位之后，他们先上学士学位，然后再去上硕士学位，然后他们想要得到博士学位，就像是人们想要启迪一样，他们得到了第一次启迪之后，他们就想要第二次启迪。如果你问他们你二次启迪之后做什么，他们就说我就是当一个 Brahmana。 不，二次启迪的意思是你必须要做一个 Brahmana 的工作。一位 Brahmana 的工作意思是去崇拜神像，而且要教导其他的人去崇拜神像，去学习经典，并且教导其他的人经典，并且接受布施，而且要给出布施。卡维卡纳普尔说，在卡利 Yoga， Brahmana 们非常擅长这六件事情之中的一件，你们知道吗？一共有六种活动。Yajan Yajan Tapan Tapan Dam Pratigra， 学习经典，教授经典，崇拜神像，教别人去崇拜神像，接受布施，而且给出布施。你们觉得 Brahmana 们他们如今最擅长哪一项？很不是很难，大家都猜对了，就是收集布施。你们都知道 Brahmana 们都非常的擅长接受布施，其他的事情就别提了。所以 Brahmana 们他们去 Guru Kula， 他们得到训练成为 Brahmana， 他们变得具有 Brahmana 的品质，然后呢他们应该像 Brahmana 们一样的去活动，我们应就是他们应该去我们的庙里
活动，在庙里工作。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年轻人从古鲁库拉毕业，他们非常的擅长，他们可以做所有的 yagya， 他们可以唱诵所有的 mantra， 他们可以做得非常好，他们可以成为庙长，他们做所有的一切，他们可以讲特别好的讲课，他们做很好的 kirtan， 那就是他们应该做的。你去古鲁库拉，在从古鲁库拉毕业之后，你去一个庙，然后在某个庙里做服务，而且可以成为这个庙的领袖，比如说庙长等等，或就是成为这个庙的主要的传播者。这就是古鲁库拉的意义所在。这个 Dukhi Krishna Das， 他是 Goridas Pandit 的门徒。 Goridas Pandit 想让他接受良好的教育，所以呢就派他去 Vrindavan， 去吧，去 Vrindavan。 古鲁库拉在 Jiva Goswami 的指导之下学习，非常严格的老师。在中国他们大家这样说，严师出高徒，就是严格的老师可以教出好学生来。如果你要是有一个很严格的老师，你就可以变成最好的学生，好学生。如果老师非常严格的话，如果这个学生不认真，说哦不想要这个老师，他太严格了，哦他们太严格了，我不想让他成为我的老师。基沃格斯瓦米是一个严格的老师，他训练大家，他有三个最好的学生 Dukhi Krishna Das、 Narottam、 Narottam、 Shyamanand、 Srinivas Acharya、 Srinivas、Srinivas Dukhi Krishna Das 还有 Narottam。那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Shyamananda Dukhi Krishna Das， 他的名字本来是 Dukhi Krishna Das， 就是 Goridas Pandit 给了他这个名字，启迪的名字 Dukhi Krishna Das， 然后派他去 Vrindavan 去得到更多的教育。得到更多的教育是因为 Jiva Goswami 他是 Rupa 和 Sanatan 的侄子，所以 Jiva Goswami 他是领袖，是 Goswami 在 Vrindavan 的 Goswami 的领袖，就是在 Rupa 和 Sanatan 引进之后， Jiva Goswami 成为了 Goswami 们的领袖。而 Jiva Goswami 撰写了很多的书籍，当然了有 Sandarva， 有很多奇妙的书籍，很多的 Shloka，所以 Jiva Goswami 他非常的著名，他也还买下了 Rasastala， 他在 Vrindavan 做了很多的事情，为了发展 Gaudiya Vaishnava 主义，他办了这个 Guru Kula。 而最棒的三个学生他们都非常的擅长音乐，他们有非常好的声音，而且呢他们都在印度的经典音乐方面受到了很多的训练，他们可以演奏乐器，可以唱歌。 Narottam Srinivas Dukhi Krishna 他们做非常奇妙的 kirtan， 他们还要做服务，就像是所有的奉献者们一样。我们来到 Guru Kula 并不仅仅是学习而已，你必须还要做服务。Shyamananda 他有一个服务，他被派到 Rasa Stala， 也就是 Krishna 跳 Rasa 之舞的地方，他的工作就是去每一天清扫 Rasa 之舞的这个地方，就像是在 Mayapur 一样。我们看到在 Mayapur 总会有很多的地上有很多的落叶，那么还有的时候有水果掉下来，有时候有花掉下来，有的时候整个的一个枝条从椰子树上掉下来，总需要清洁。所以 Dukhi Krishna Das
他就会每一天去 Rasa Stala 去清洁去打扫这个 Rasa Stala。 有一天他发现了一串脚链，是来自于一个女人那里的非常美丽的闪闪发光的那个脚链。他在 Rasa Stala 找到的这串脚链，他不知道这个是谁的，怎么办呢？无论如何他拿了保存起来。结果后来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有一个 Gopi 来到那个地方，就是 Dukhi Krishna 待的地方。有一个 Gopi 到了那里，然后问他，你是不是那个每一天清扫 Rasa Stala 的人？他说是的，我的服务，我的 Guru 就是派我每一天到这个地方来清扫。然后说你有没有找到这个地方有一串脚链呢？我的女主人丢了她的脚链。然后说是不是你捡到了？然后夏曼南达他有这一串脚链，他就把它给了这个 Gopi。 然后这个 Gopi 呢，把这个他们给这个夏曼南达的额头上印了一个特殊的印记，这个印记在他的额头上是用这个脚链，脚链上的这个脚铃印上去的，这就成为了一个提拉克的标记。接着发生了什么事情呢？那个 Gopi 还给了他一个名字，他说你的名字应该是 Shyamananda， 不是 Dukhi Krishna Das， 你的名字应该是 Shyamananda Das。不知怎的 Goridas Pandit 发现了，他的门徒去了 Vrindavan， 现在呢有了新的名字。于是 Goridas Pandit 很不高兴，他就想他是我的门徒，那怎么可能别的人重新给他启迪呢？ Goridas 就去了 Vrindavan， 他去了 Vrindavan， 然后他去找 Jiva Goswami， 他就对 Jiva Goswami 说，我把我的门徒送到你这儿来，你不应该去重新启迪他，我是送他到你这里来接受教育的，你怎么能够给他重新启迪呢？基瓦狗苏阿米说，不不，我从来没有给过他重新启迪。你什么意思？你说你没给他重新启迪，那他怎么改变他的名字？是谁改的他的名字？基瓦狗苏阿米说，我从来没有改变过他的名字，我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然后 Goridas Pandit 他就非常疑惑怎么回事呢，于是他去找 Dukhi Krishna Das， 他挑战他，到底怎么回事，谁改变了你的名字，你怎么得到一个新的名字的？然后他说有一个 Gopi 来了，这个 Gopi 他服务 Radharani， 他带来了一个信息，说我应该接受另外一个名字，我的名字应该是 Shyamananda Das， 而且他给了我这个新的 提拉克。于是 Goridas Pandit 他不相信，这怎么可能呢？因为 Goridas Pandit 他并不处在 Madhura Ras 之中，他处在 Sakya Ras 之中，他处在 Sakya Ras 之中，他是主 Chaitanya 主尼天 Nanda 的朋友，他处在一个牧牛童的情感之中。他处在 Sakya Ras， 他说你为什么想要成为一个 Gopi 啊？然后所有的一些 Gopi 这些女人们，你为什么要想这样？他特别生气，他开始去打他的门徒，他把他的上衣撕下来，结果呢Goridas Pandit 发现在他的后背上边写着 Shyamananda， 就是他的这个名字写在他的后背上。当 Goridas Pandit 看到这个的时候，他的名字写在他的后背上 Shyamananda， 然后他便明白到这是非常非常特殊的一件事情。这就是 Dukhi Krishna Das 如何成为了 Shyamananda Das。 Shyamananda
连同 Narottam， 那么 Narottam 后来变成了 Narottam Das Thakur， Srinivas 变成了 Srinivas Acharya。于是 Jiva Goswami 派他们回到了孟加拉，就是在他们在文丹完成学业之后， Jiva Goswami 派他们回孟加拉 Shyamananda。他有一个非常著名的门徒，他第一个门徒叫做 Rasikananda。Rasikananda 他见到了很多的奉献者，而且呢甚至是有野生动物老虎都成为他的这个门徒，然后呢这个还有一头疯狂的大象也成为他的门徒，取名叫 Gopal Das， 这是 Rasikananda 的门徒。但是 Rasikananda 的门徒是 Shyamananda， Shyamananda 的 guru 是 Goridas Pandit。 Goridas Pandit 这是他的家，他住在这里，他在这里崇拜他的哥尼泰的神像。他的哥哥 Surya Das Pandit 就是走路两分钟就到了，那个是 Surya Das Pandit 的家。所以 Surya Das Pandit 他在那里也崇拜哥尼泰，就像咱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哥尼泰一样，在那里在 Surya Das 家 Surya Das Pandit 家也有哥尼泰。大家可以看到有一个神坛上边，就在 Surya Das Pandit 还是在这个 神坛上有两个妻子 Jana 和 Vasudha， 都是在那边在 Surya Das 的家。你们可以看到两个女儿 Surya Das Pandit 有两个女儿 Janava 和 Vasudha。 所以主 Nityananda 来，他接受了这两个姑娘，他接受了 Janava 和 Vasudha 为妻子，他们两个人都是主 Nityananda 的妻子。我们说 Rajendrananda Nasei Sachi Sutta Vailo Hei Balaram Vailo Nitai，主巴拉拉姆他作为主尼天南的到来，而主巴拉拉姆有两个妻子，主巴拉拉姆的两个妻子我们可以看到在 Ramai Pandit 的庙有 Rivati 还有 Radharani。 Rivati 是主巴拉拉姆的一个妻子， Varuni 他也是主巴拉拉姆的妻子，所以 Varuni 还有 Rivati他们作为 Janava 和 Vasudha 到来，而主 Nityananda 有孩子，他的孩子都是 Vasudha 生的， Janava 从来没有生过孩子。 Vasudha 他生了一个女儿 Ganga， Ganga Devi， 还有呢他的儿子是 Virbhadra， Virbhadra 他是一个 Brahmachari， 从来没有结过婚，没有后代，因此呢在 Virbhadra 之后没有后代。但是有一些人声称他们是 Nityananda Vamsa， 他们声称他们是主 Nityananda 的后代，也许是住在同一个村子，也许呢是受到主 Nityananda 的启迪的人。